哎呀，老爸老妈叫我去找个男朋友，我去哪里给他找个男朋友啊？整天在家开摩的，哎呀，听天由命吧。哎呦，哎呦你妈，没有男朋友，赶紧来个帅哥啊！摩的妹，那个，去那个冰冰村。去那个冰冰村呐、啊？是啊。那个帅哥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。没有女朋友啊？那你没有老婆？连女朋友都没有，哪里来老婆？女朋友跟老婆都没有，你没骗我吧？骗你干嘛？哎呀，我最老实是我了。哎，快点，这里有急事。对呀、啊，30公里，别人收100块，我收你10块钱，十块钱啊？哎，10块钱。哦，那么好啊？对，我就拿你这10块钱。人长得漂亮，做事情也漂亮。哎、来，戴个帽子。环保。哎，对呀、啊，环保，环保帽好。哎是啊，哎呀，终于成了个帅哥，没老婆没女朋友的啦！日本人，往那边来、啊。哎，好，我们去吧。我懂，我不懂你在指路就可以了嘛。好，哎呀，我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哎呀，干嘛干嘛？怎么停车？不是有点累了，这路有点远，休息一下先。休息家里事情啊，家里有事情也不耽误休息一下，累呀、啊，那个手抽筋啊。哎呀，才一点那个抽筋。那个帅哥啊，我跟你说哈、啊，这穿过这个小树林后面呢、啊，就是我爸在后面种了花生，还有木瓜这些。要不要去帮我拔一下花生行吗？拔什么拔？我坐车就给钱，你在那拔什么车？不是我不收你的钱。我爸他人有点老了，所以他拔花生拔不完，你帮我去拔一点吧。哎呀，不拔，你快点快点。拔完花生再走嘛。不拔，哎呀不拔。就拔一个小时。不拔。哎呀，你帮一下他老人家嘛，那么多花生。我又不认识他啊，帮什么帮？那我给人工你好不好？给钱你，我给钱你，我给钱你，你快点带我回去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那不拔花生，里面龙眼也有。哎呀，快点快点开车吧，开车，去嘛，开车吧。要不你这样子吧，你答应做我男朋友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这条件怎么？搭得上你？哎呀，人家刚才车你的时候，我连跟你以后小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。你骗人的吧？骗人呢？是不是？你又没老婆又没女朋友的？那你喜欢小孩是吧？哎呀，对呀、啊，以后我跟你小孩的名字，人家都想好了。我们可能有3个的吧？哇，以后可能有3个，那我得好好想一下。哎，我爸哈、啊，就是我爸我妈催的急，所以我必须要找个男朋友回家，知道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坐我就带你回去，你不坐的话，你就在这等别的车，我不管你。可以不坐吗？不可以，你不坐我男朋友的话，我就不管你，我就先走了。你看这荒郊野岭的，人都没有一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坐还是不坐？行吧。戴梦走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要挑剔了。你想一下哈，我长得又不差，而且以后你看以后我还开摩的赚钱养你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哎呦你妈！那我在这吗？这才叫识时务。好，上车。来。哎呀，这下有男朋友回家了。哎呀。你的技术还可以，没女朋友哦，说好了，没老婆的哦，不然我要收你200块哦。肯定没有。你千万不能骗我哦。骗你干嘛？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那哎呀，不骗我就好，我就怕你骗我。还可以啊。是啊，纯纯，这是我家婷婷哦，我跟你说。啊，对哦，我都说了，跟你在一起的小孩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别说3个，5个我都想好了。真的？对呀、啊，那你不生气？哎，好，进去待一会儿。哎，开门去。哎，妈妈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我小孩啊。你不是说没老
老婆吗？滚！哪来的小孩呀？我离婚了，这没有女朋友也没老婆啊。我给你想好你家小孩的名字，拉妈妈，哎呀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哎呀，我不要了，哎呀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算了算了，哎呦，哎呀，你要说不放开放，你要说不嫌弃我，小孩也太多了吧，我看你养小孩的发脾气了，哎呀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号码给他们，你看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是进来吧。哎呀，你个二手货！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个二手货！怎么这样子？我杀了你！哎，我是好男人呐、啊。